下去了，其实捕手跟他没有太多的接触。这个球打到了左半边，哎呦喂！哇，厉害厉害，这真正好了。今天是确实是守得相当有水准，严胜前哦。这个球接得相当有水准。让刘家凯这个飞球出局，来看一下，三垒手绕过去角度不好，游击手，哇，太精彩，厉害厉害厉害，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飞球，左外手也来不及，只能靠游击手了，最后是反手，哇，加上现在阳光应该很刺眼，对，其实难度很。